我是小新。这个是昨天取回来的快递啊，这里面是一个小奶瓶小土豆的，这个是59块钱。今天准备给宝宝换一种奶粉，这个是真诺，我们买的是二段的。现在把奶瓶拆开一下，那个秀爱吃的他是现在不肯吃哈。对啊，他现在连这个奶瓶都排斥了，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新的，上次那个锅里的被选手们都选烂了。这个跟你那个差不多啊，哦，只是没那么重哦。对啊，它这个轻一点，因为以前那个不是没那个吸管嘛，现在用它拿着吸管自己吃。好，去洗一下吧。一开始我们先下锅。闻着还挺香的，看看吃不吃啊？泡了两勺是吧？看他吃不吃吧。他吃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操心了嘛。爸爸又有牛奶吃啦！他嘴巴都不放进去，都尝都不尝啊！他真的好排斥那个奶瓶啊！爸爸那个很好喝的，喝点。他吸是吸了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吃下去。拿来，他这有奶瓶。你看他嘴巴里面有一点，看没有？喝新奶粉，你怎么吃？给宝宝戒奶啊！这次特意买的是那种，准备戒奶的那种奶瓶啊。没想到宝宝还是不吃啊！妈，拿过来尝尝去，尝尝啊！乖一点啊，今天喝牛奶。妈妈，等下跟爸爸去宣誓，你就得买。不给你，这个等下先放了哈。嗨，你好。妈妈，刚给他热点牛奶，等下给他跟你说吧。你今天没其他事情吗？不然我们要去休息。好的，那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好。宝宝，再见了。